嘞！我们这个节目自从我主持到现在，今天来的来宾算是可以用的年轻人是最年轻的一对，那小孩子不算。欢迎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有四位，其中只有一位我认识，其他三位我都不认识。你看我真的是 LKK 了，欢迎刘真。他的人我斗不起。其实的确我们碰过好多次。对啊，碰过好多次。而且有很多次是那个在路上就突然把你抓来录影。对，我记得在有台的电视台门口那一天呢，我刚好是素颜，但我素颜是可以看的。重点是他在追我要上节目的时候，我边跑边 always 想说，我又没有拿通告费，我干嘛上你的节目？我赶快跑走起来。我们还在那个车子上面绕，他找不到我。但李姐，你有没有看我最后是这样？哎，好像要讲什么？其实我是要说有5000块。谁拿你5000块啊？哎，没有，一句话而已，讲一句话而已。不行，我的一句话也是5000斤的。好巧，我们那天没有找。哎，所以我是我们四个里面唯一李姐不认识的。哦，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过你，可是平常先讲你们名字我记不起来，可能年纪大了要记人名没那么厉害，加上又是男生的名字，我更不能乱记。其实我们有私下聊过天呢。是啊。有一次因为天外上节目碰到迪英姐，然后迪英姐的个性好像就会比较做自己的事，然后我就过去示好，我就说迪英姐你好这样子，这是我的电话，我们就聊了一下，然后迪英姐还说我在圈内就比较没有什么朋友，那时候聊了很多。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你来跟我讲说那个你们的经纪人说还蛮欣赏我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有，我忘记了，但是然后也是在中视。你等聊可以，等一下再聊，因为你旁边有两位老人。生气，两位老人会生气。真的吗？这位老人是比较和蔼可亲，那其中有一个比较胖的老人。真的。真的。如果没有介绍他的话，他会把那个笔记本上写下来。可是人家说你要记住。对不起，请肃静。请问我们是走错阵了吗？我们怎么都没有介绍我一比较胖的老人白宇？不是啊，然后现在才介绍的。你一开始特别来宾啊，然后资深来宾你也要介绍啊。是谁跟你在资深啊？等一下，王彩华。碰到。怎么办呢？哎，主持人，阿纪啊，人就婚照顶崩溃。我落高赛顶米糕，啥啦？我差遮济啊！你即摆是咧讲啥物小朋友？啊！我著高赛，你著是啥？都不会啊！我米糕，你高赛。现在重点就是因为三位年轻人，刘真之前我们都常常碰面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哎。我做这多人，已经真久无看到这么样少年了。我羡慕，我跟他多聊两句，你气什么屁醋啊？就是嘛。你今嘛啊，有红啊，就好好啊，有红啊，就好啊。啊，囡仔烦囡仔，这款少年，我来开讲就好啊。行嘞。你去讲啥？你去在讲啥？你少年哪样？少年的啊。今天我嘛捌少年过安尼啦。对啦，你是讲我，伊咧讲少年迄句，你讲伊拍 A 片的时候。你是讲是拍什么呀？我捌看过，我不哩啊强嘞。哦，是啊，我听那听叫我哥。我知道一件事最恶心的话，那就是有人在跟人家抢女朋友。啊？啊？那是一个很胖的老人，在跟年轻人抢刘真。哦，你是说肌肉吗？你看看是不是？来英大哥，我觉得有时候为了节目效果就算了。我是真的为了节目效果啊。拜托，说实在，这个第三者还真的很老，又很胖，又很丑，又没钱。哎，但他多金，但他多金。是我一个问题。我们会演状况剧啊，那每次我都很怕跟白云哥一起演，因为每次定格，比如说定格明明就是我跟 Gino， 对，可是就白云哥就会一直过来，没，他的头已经挂在你上面了，是，没有，我要抱他的时候已经铺了一个空了，然后转过去已经被白云哥整个晾过一个，因为刚好像是学那个林志玲抱抱的感觉，所以每一集的 ending 他一定都要抱。那个白老，你有什么资格当人家第三者啦？白云哥，我们的心结今天要讲清楚。你认为你有哪一个条件可以跟 Gino 拓赌了？你算哪根葱啊？不是，他们现在所看到的表面，你不要讲那么多，直接打好不好？先打看。耶！我跟你讲，这只鸡汤料我够想改啊。好，够想改，那我来帮你。打打看呐，但是我尊重阿姐，这样子吗？你改我无改啦，我
连个手被偷被捅。没有，不过有时候帮白哥讲个话啦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应该真的是为了节目效果。哪有啊？你还跳出来讲？那你的部分问，你的部分问谁啊？像刚才我刚刚进摄影棚休息室嘛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千佩来了。”我说：“哎。”强暴他，只要看我一眼，我就哎呦！对，林姐，我有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刚说什么？林姐，你刚说什么？我想再听一次。发什么？李姐，不要再这样讲，我们要报金钟，你知道吗？他每次看我，我都觉得我怀孕。而且还不止一次。我现在先问你一个冷笑话好了。好好。熊的大便大概多少钱？那看上一集，上礼拜那一集。40元。为什么？答对了，为什么？因为40胜于熊便。我为什么会去抱刘真？还有抱我？为什么抱千佩？对，为什么？其实我有千百个不愿意啊。哎，真的相信呢？因为我抱他们，你就觉得啊，我好色，好像色狼。其实私底下我们有没有出去喝过茶？喝过咖啡？要电话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千百个电话。重点来了。百个有约我吃过火锅。你也太惨了！我约他吃火锅，你把菜丢了。还你是后边在抠我气的呢？这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！因为为什么洗不清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黄河的水不够清啊，好冷啊！不好意思，让他解释，我一定让他听他解释。然后你看，我有千佩的电话，我也从来没有打过电话。没有，你没有我的电话，你跟我要，我不给你啊！有这个画面，我现在当事人在这边，我告诉你，那一集刚好是我演爸爸，他演我的女儿，有爸爸在摸女儿的吗？你休到你来，黄菜花，来，我很牺牲啊，我这样抱 OK 嘛？但是你比如说刚好在摸头发，我在摸头发，那我这样。哦哦，是不小心 touch 到的。可是你真的有碰到，因为其实那天我是没有太大感觉，因为我很入戏。那个时候你有刚好在摸头发吗？因为对，我好像有。没有，你那个帽子嘛会掉嘛。是我很入戏在我的东西上面，所以那时候下现场导播就跟我讲说，哎，刚才那个白云哥好像有摸到你的胸部哦，你我有，你不要太不要太介意。我说没有，为什么他没有感觉？你觉得你有？因为我碰到我知道嘛。所以你有就是有心。不是，没有碰到之后我还不好意思。哎呀，白云大哥，我觉得你应该搞清楚。但是你要问他，有没有输五啊？不小心骚扰。李姐，李姐，个性改回来，个性改回来。简单哈，请叫我简单。你敢碰？哦，竟然拿一个钢琴吓我，你知道？老公，对不起哈，虽然我答应你个性改，但他我实在忍不了啊。真的是在做节目效果，不是不是的，所以我就忍气吞声就算了，就算了，大家不要提算了。哎，前面，来，你先让我讲一下，就是说算了。你们三个年轻人是不是因为了节目要红，为了自己要可以跳出跟人家不一样的知名度，所以就算被白云这种烂咖摸你也认了？可是因为其实说真的，我当下我真的没有太大感觉，因为我真的是在。就入戏的状态，在调我的帽子，所以我他们说摸到我真的没有太。可其实我们也常常演得很认真，他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啊。嗯，对，因为对象嘛，因为如果被这种这么短扣，那就把人蒙掉，就干扣了。因为我还听说你们三个为了要让节目就说知名度比较高，然后四个在，包括刘真会吗？什么什么？你也会吗？所以你们四个为了要让节目就是有话题。然后媒体记者可以来写，然后你们四个会自己制造一些新闻，然后打电话叫找记者来拍。哦，这真的没有，要讲一下，从来没有。对，我算是康乐鼓掌，因为其实我们因为这个节目，然后大家变得很要好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家讨论说喜欢看恐怖片，所以我们就相约，终于大家时间斗在一起喽。然后有一天的深夜，我们就去看看电影。哦，那一次啊，对，那天就是我们去看完电影之后就被拍到，可是他们就写得很夸张，他们连我们看的片名他们都写错。
写错。对啊，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去让媒体来拍的话，我那天穿的很像欧巴桑哎，我还被他们笑哎，还当笑柄笑很久，试问我怎么可能会让自己打扮那么像欧巴桑而被拍？我一个男就敢扣啊，我都不好意思讲啊，但是真的记者有写过我们两个。没有吧？那个记者瞎了，写你们两个干什么？迪姐，美女野兽。迪姐，你要你写了。他有约过刘真去喝吃火锅，有没有？有。对，但我那天后来我想一想。白云约刘真吃火锅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白云要约吃火锅，迪英的反应竟然是。像上个礼拜他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啊，那我们最后一集就是不喝酒嘛，喝完酒以后就收工啦，就是那次最后一场。他就有一点懵懵了。等一下哈，我们要去吃麻辣锅，我看他一眼。白云生平最开心的一次，你的学生是长这样，你跳得下去吗？就是为了证明我教舞一向都是本慈悲为怀心，哎，慈悲为怀，我愿意。好，那你跟白云跳一段看看。好啦，阿咪。内容马上回来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《今夜不流泪》。美女野兽，迪姐，你要你起来。吃火锅有没有？有。对，但我那天后来我想一想，还是不要去好了。真的，你是对的。我跟你讲哦，对着那个电灯泡发誓，好不好？当天是我们下通告之后呢，灯泡破了。我晚上还有一场。灯泡破了。不是你立节目了，不要玩这个了。然后彩华还有客房，我们一起去吃这个什么鸡啊？火锅还是什么啦？花雕鸡呀。对啦，对。对。那我顺口跟他讲说啊，你到有空就过来。他说好，结果他自己都忘了，真相我早就知道他真相。没有，我想说，因为我说有王彩华在，他就生气了。如果我知道彩华姐在，我就会去了。你配笑，你不知道她在。你看，我不让他们踩着，他们怎么有办法站在上面？其实我觉得白云那是他的习惯呐。像上个礼拜他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啊，那我们最后一集就是录喝酒嘛，喝完酒以后就收工啦，就那是最后一场。他就有一点懵懵了。等一下哈，我们要去吃麻辣锅，我看他一眼。我人家在等我。你连丁姐，等一下。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，他不是说邀我一个人，他是很好意，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去，很多人要一起去吃麻辣锅，他顺便跟我讲。基于礼貌上，我要跟迪英姐报备一下，啊，既然我两边被讲麻辣锅，对，是这样的。那你以为？我当时也是有，因为有喝了酒，就有一阵兴奋，你知道，我突然间有想，有一阵兴奋。朋友一起去，对，因为我很久，我从来没有说下完戏以后跟朋友出去。对，自从复合之后，他就很安分守己的，非常贤惠的当个先亲家。真的没有，当时好像那种气氛就想去，去吃麻辣锅也感觉蛮好。后来我突然间那个一念之间就啊，我人家在那等。姐夫哦，姐夫为一个兵一个伯爷家哦。像你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，你们认为你们三个有什么才艺表演？哦，他们很有才华哎。那个我们的制作人一直要问我说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可以当主持人？我不敢问的原因是因为我也常想说，我有什么资格当主持人？那可能要问制作人，他找我们呢。对呀，要问他。有什么资格当主持人？我跟你讲，你们有什么才艺？有，他们会唱歌，会跳舞，而且呢又帅又漂亮，这样够了吧？好，谢谢。我是讲的好，因为我完全没有看过，
节目我看过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完全娱乐里面我都看过、啊。对他们很有才华的，所以现在来表演吗？因为其他的千贝跟那个 Gino 我没有看过。对，我有之前以拍戏为主，我比较少。你们四位谁先来做一段？刘真姐姐好了、啊。刘真姐姐她是国标舞蹈高手。对啊，刘真我看过好多次。对啊，刘真跳舞是一定没话讲。那刘真你先带头，你先来一段。对了，来了，老师，我叫老师。跳恰恰好了，跳恰恰，恰恰，好好。Okay. 哎呦！跳好，互你出来中奖。不是啊，我出来看讲，安那。我觉得后面哎呀，不容易。创啥？哪个国标爱两个人一组啦？哪边吗？我等给他一个机会。妈妈，我等你去啊。哪边爱两个人一组，我陪你。我乖乖跳国标诶。对。你跳国标，你无得跳国标。什么？你用跳杠、跳海兼跳人啦。下一位，好的。哎，我讲真的，丁一姐要完成一下白云大哥的梦想，其实他在我们节目也真的很认真，然后每次大家都会解读说他是色狼，但他真的是色狼，他竟然叫他色狼，是色狼跳一次舞。刘真，你跟他有没有办法跳国标舞？如果你碰到你的学生是长这样，你跳得下去吗？就是为了证明我教舞一向都是本着慈悲为怀的心。哎，我愿意跟好，那你跟白云跳一段看看。好啦，阿咪。稍等一下，哎，我隐约看到有那个气，有没有？我观察得很仔细啊，那个手的位置有没有？太凶不正了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怕他这个国标舞。哎，我们坦白说，白云胖归胖哦，他跳舞真的还蛮好看的哦。不是，因为胖仔蛮厉害的。阿纪啊，我真的以前有学过了，真的因为我哥哥是国标舞老师啊。是，那你讲，我看他以前的女朋友都是舞厅上班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完白云跟我们。也要给 Gino 爽一下。啊！跳热舞，跳热舞，对，跳一跳一段，跟你，跟你。哎呀！不能跨出，不能跨出，别跨出这个胖子就笑死了。气死了 ！Gino， 把他干掉！上去了，好。我们有女生跟女生跳过合舞哎，妈来吧，是啊，你很爽了，不要假了。谢谢姐姐，好来。其实年八达哪有人家两个这样跳的？好，那那你来示范一下，你们两个围着。好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们两个围着。来，彩华，来。你要看看年八达嘛？来，欧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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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来啦！哎，班长，我不会跳了。好跳。老师，两个年八达，两个我闺蜜转赛。是 shaking， 你小心，稍微不注意会滑进去。哎，再见。
鸡还要公开唱，你跟白大哥跳啊？我来来呀！我这一个变装滑稽的剪掉。你摩擦一下就起来，这边呢？你哦，还给你滑了。哦，原来今天学到连八达怎么跳了，真的不会。我这一段一定要帮我剪掉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件事。我跳得很自然啊，很棒很棒。哎呀，谁会跳得这么厉害？你们两个来一段。好，来来来，热。哎，连八达刚刚现学现卖啊。默契很好，给他们拍照。哇，故意秀你的臂耶！哇，好明显的动作，像下腰，下腰小心哦，可以吗？下腰来，下腰还蛮久没下，这样保护一下，不会太高，鞋子要不要脱掉？哇！对啊，就是常常就得去打这种什么功夫哦，十三响还是什么这样？你有学过吗？因为我小时候学民族舞蹈。好了，那前辈，你现在暖身好了，那可以再演一个功夫了。刚才是 rehearsal， 对啊，现在是暖身了。刚刚演完了，真的演完了。那个张克完会后空翻呢。张克完，真脑玩的张克完，好，不然迪姐刚刚她说会后空翻，那我来，她既然功夫有这种，我也来翻一下。OK， 可以哦。先厕所，哎呦，没错，先厕所翻，然后抓一个前手。厕所翻哦，啊，可以等一下翻到厕所。厕所啦，厕所，大了喂，厕所，好，耶嘿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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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有一点浪费啊，去马戏团。浪费，他们要特技团。OK， 开玩笑的，他们真的还是有才艺的。来，稍微练过一下。真的，我们要讲的是你们的主持功力啊，他们戏演的好，才艺表演，他们戏演的好。那其实我们四个算还蛮有默契的，对，我们认识没有很久，然后听说你们四个都很想演偶像剧。就是我们都有演过吧？都有演过吗？没有演过。白云都演过了。有，都有演过。真的，我有演过偶像剧。哦，我知道，跟小美。对了，贺小美。对对对。你也跟人家演偶像剧啊？可是你演什么角色？爸爸的角色吗？啊，里面总有叔叔吧？好不好？我也是跟他进啊。对啊。好，那既然你们都那么喜欢演戏，那我们来演技大考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现在今天现场有准备六杯的咖啡，那六杯咖啡里面只有一杯有加酱油。好可怕。你们六个来喝，我来看看谁有喝到酱油。但是你要表现让我不知道到底谁要演出没有喝到，对，没有喝到的，我们一人选一杯，一人拿一杯啊，就是一人拿一杯了。喝了以后呢，我来看，我来猜到底你们先挑，哎，好，你们先挑。不可以闻，不可以闻哦，不可以闻哦，直接喝哦，不可以闻。来来来，等一下，这赵伦的从这样过来，要整个嗑掉吗？一口，没有，先一口，先一口，一口就好，小口就好，这样先。好可怕！就是有一杯是有酱油，对，但不要让我知道哦。哎，这家喝的咖啡是不是有加酱油嘞？今夜演技大考验，刘真真的喝到酱油咖啡。刘真，有在半杯，为什么？喝半杯，我要看你的表情啊！你的表情太冷淡了。你那个戏要做足啊，你懂不懂啊？哈。好逼真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演戏对你来讲非常重要，演一下嘛。对，加油！要开的偶像剧王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喜欢会演戏的男生哦。加油！通通 take 我，通通 take 我。加油加油，好帅！加油！来。马上回来。
有一杯是有酱油，对，但不要让我知道哦。干嘛？哎 ，OK。好会演哦！哎，你以为你这样骗得了我？就好像你这一杯是有酱油的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好，所以不一定要演一样的。来，换千倍，好好。哎，好像没有，很镇定哦，好像看不出来。好 ，OK 哦，嗯，好，换我，换我，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？卫生纸，在哪里？这边，嗯，好了，好啦，抽筋吗 ？OK 吗 ？OK 啊，演的还不错哦，来，刘真，好，我不用演啊。我现在表示说他这一杯是咖啡了，嗯，真的好喝。再喝一口了，因为我们没看清楚。喂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关你啊？人家观众有看清楚就好了。你的咖啡你多喝两杯也没关系啊。喂，少啰嗦，换你。感觉有没有？你感觉是那个 whisky 套小虎咖啡的感觉，刚刚那个 feel 很明显。飞姐，好不好？来来 ，Cheers！ 看多少床？哦 ，Make a toast！ 哈哈，你这一副，跟他婆，你的酱油来呛起，全部来，六杯全部还我，没错。不啦，阿姐，他不就喝到别人口水？没关系，反正大家都没毒嘛。没毒，没有没毒哦。来，你们女生伸过去。哦，可是我不想看到白云哥的耶。另外放了。好了，一人再选一杯。转过来哈。来，一人再选一杯。哎，我的是哪一杯啦？这一杯应该是彩娃喝比较多。对对对，所以这杯是小的彩娃姐，我不会喝到白云哥的口水。好，来一样。那那来这样。好。头大了。不好喝啊，小佳。你再喝多一点，我看一下。会演得这么不好吗？我觉得他有可能他喝到酱油。快快快！哦，真的是戏剧一生哎。哇！哎，太阴太阴喵喵，太阴喵喵，大口一点，喝大口一点，喵喵，会演哦。哇哇哇！哎，真的好会演哦。哎，姐啊，会演哎，太厉害了啦！戏精啊，演戏哦。换钱，钱美吗？哇，太会演了，好好喝，哇塞，哇塞，哦，真的，甜的，要被甜的吗？嗯，就是你知道五味杂陈，来换你，不会那么倒霉吧？大口一点嘛，感受强烈一点。你干嘛吹泡泡？你的表情吗？因为你的表情太冷淡了。对啊，你的表情我太不清。你的表情，你那个戏要做足啊，你懂不懂啊？哈。姐，我发觉一件事，应该是你口渴了。不会，我等一下我也觉得，对，我一定要跟上的。我觉得好渴哦。来，白影，你这杯干了。干了。咖啡一定要干呐。别动哎，他昨晚都没睡啊，提神嘛。对啊。你干了。因为我觉得咖啡冷掉不大。我觉得咖啡就是冷掉，有点不大好喝。你就放屁。我敬你，我敬你干啊！那怎么好意思？你拿白干跟我敬啊？你喝醉了。对对对。不然你就冰的，不然你就温的热，不然就加两块冰块也。对对对啊，也蛮好，这是制作单位哈。哎对对，你也干了啦。你至少半杯啦。我无像白云遐酸辣啦，要不你们姐一杯尔的，多安尼，哎呦，咖啡冷了什么？拜托，咖啡可不可以换热的？奇怪，我
看不出来耶。嗯，那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公布答案。这个我已经看过嘛，我们再玩第二个游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许工，许工，哎，丁姐，我先来 C 游记啊。你要倒酱油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酱油了，哪有我们干杯哪有？干杯哪有可能啊？好，那这个先放下。我们救护车给我叫。我们现在再玩第二关，就是电笔。来，好，现在玩电笔，一人来自己选，一人抽一支。那个你们其中这六支也只有一支是有电的。紧张什么？关键要怎么用才会电啊？对，压下去。好，来。好可怕！哎呦！我现在从这边开始。而且我手汗，很容易导电。那现在从这边开始。哦，很慢。你又想这么慢，怎么把我们留针呐？拿来，我帮他电。好好好，你为了节目效果，自己好。来来，注意看。对吧？哇，演得好好，白石大哥，世纪小生啊！哇，他跟演那个小生不一样，好好哎！啊，没有电面。那换你，我已经电了啦，有电了啦！你在喷笑，我都没感觉，好厉害哦！导播没拍照，来来来来，好了，不要演了嘛！哎呦，这一集，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相信啊？对啊。什么Mission Impossible？ 好像要自杀的感觉。好电啊！有电，有电，有电。你觉得有电？有电。好，换刘真。刘真，真的，这个时候把我推出来了。你到时候我这样一压下去，这边不是福建 CS 吗？命该猪肉。演的，每次都有电啊！哎，我真的觉得我们不适合主持，但我会演戏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怎么你们都觉得好像每次都有电，只有一直有电，然后我觉得好夸张哦，大家都好会演。好，笑笑笑。大拇指。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适合主持，我决定放弃我原来的节目。没有，现在跟主持没有关系，现在是演技上的练习。演戏对你来讲非常重要，演一下嘛 ，OK 的。加油加油 ！OK 的，偶像剧王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刘真是喜欢会演戏的男生哦。加油！通通 take 我，通通 take 我。加油加油，好帅！加油！来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好。是前辈吓到还是真的有？都有了。来，经纪人。前辈，还他是爱因斯坦，你刚没有啊？我按到了啦。不管啊！真的有电啦！喜剧小生，赶快啦！我按过了吧？他按过了，我换前辈，换前辈了。有件事。刚才制作人在外面说：“你的是真的没电的。”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杨千霈，我演哦，你是被我吓到的吗？我有，你是被我按到啊！屁嘞，屁嘞，再一次，你有按到？我真的有了吗？有，再一次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啊！这样，这样拖久一点，我心里可以准备比较久。他有按到。问林姐，问林姐，他刚按到啊？有啦有啦，应该是有按到。接啊接啊接啊！快点呐，节目才几分钟。哦，好会撑哦，没电，哇，他能撑哎。真的是 JR 按到电笔吗？这样在录影现场竟然失控失职。你把人家安全自稳把它弄破了嘛？对。你想看刘真呐，她还要嫁人呢。对呀。脸都红了呢。是谁？广告回来，马上揭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《今夜不流泪》。在外面说你的是真的没电啊！你干嘛给我卸我的底？换你换你换你！大家都很会演，来换千沛，千沛加油！你看我最胆小，你们 OK 啦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！
杨千霈。哇！你是被我吓到了吗？我要，我要。你是被我按到啊？屁嘞，屁嘞，再一次。你有按到？我真的有吗？有。再一次啊！再一次啊！再一次啊！这样，你刚刚这样拖久一点，我心里可以准备比较久。他有按到，我有按到。问题，问题，姐，他刚按到啊？有了，有了。应该是有按到。接啊，接啊，接啊！快点呐，节目才几分钟。哇，好会撑哦！没电，哇，他能撑哎。继续，如果真的怕了。演得跟真的一样，来再一次，倩姐全部给我。为什么？来全部给我，来再一次。哎呦，姐姐你很电呐！不是，你们六个全部演的都好像每一只都有电，这样子怎么可以呢？来来，再换。可是真的有电呐！对，婷姐，我真的花了一段时间揣摩这个。我怀疑每一只都有电呢。从这边开始好了。从我这边开始。对。我刚结束哎，一波又一波又起。对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。你没有压下去，以后节目都让你代班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不要了，那个我就算固定主持的啦，不是要代班啦。哎，谢谢啦。你这地下室有多强啊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果然是条汉子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有按吗？你有按吗？有，他有按。你很会演。有有，他有按下去。哎呦，演哦。你以为我这样会被骗呐？我可是很会看的呢，来，安静呗。好会演，这样。好，我不吓你了，你自己来。怎么会演？那我要来一段那个感情戏，见到哭的那种。千霈加油！我不要。十秒钟流鼻水。加油！没按。我还没按呢，你就是没有勇气按，就对不对？没有。哦，真的、啊。我完了，等到眼泪掉下来，那要十几分钟啊。哎，我刚喝咖啡头晕呢，好咸哦。心悸。哎，救护车来了没有？我要去洗肾。好，准备喽。你洗肾算什么？我要换肾了。到激怒了！你死自己干嘛？连我一起拖下水啊！哎，你真演得好好哦，激怒啊你，激怒，加油！男人嘛，对，怕什么？我哪有那么倒霉？哎，但好像真的被电到了。哎呀，那为什么你也有电？好像真的是每次都有电啊！不可能，电一那刚好我有油。刘真，换你了，你还在那边，还是你盯住啊？不可能，刘姐她演的，刘姐不可能会盯住。哎，演得好好哦。OK， 换白云。你感觉有点购物频道的感觉。你们两个一起来好不好？好，你们两个一起来。你站过来一点。不要。好啦，一起来好。我好像怀孕的感觉。我好想。你那么要屌？好了，一杯咖啡说我怀孕了。来，配个两个人。会导电，我刚刚就是按它的时候，我整个都电到啊！啊，来来，不要碰到就好。你不要碰到我。哎呦，还有闪过啊！哦，好坏的这样。来，这样这样这样。你要滑下来。气死我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。What？ 哦我那个血管好像要爆开，你知道吗？过去看。一二。受不了了，好烂啊！你演的烂啊！受不了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公布，我们现在就是演的最烂的，嗯，要惩罚。再电两次？没有，是不用电两次，把电笔吃下去。对，演的最烂的要惩罚。惩罚我认为刚刚演最烂的是 Gino。好，真的假的？对。因为你太夸张了。哎，给曹姐五块。哦，他真的想要吐了。莫，收咸啦，收咸，收咸啊啦。对啊，阿弟阿弟，你也太狠了。你阿弟阿弟吃，阿弟也无配菜，无你莫讲加一碗白饭嘛，那嘛较袂好。加个半只猪油。不要听了，彩花姐。彩花姐。我们现在演技最烂。
干的人有一个处罚就是安全之吻，那接下来让 Gino 来抽，看抽到他跟谁要安全之吻，搞不好抽到彩华，搞不好抽到跟白云。理解会里面全部都是白云哥的，我夸你们了。可是这个单位很坏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也有可能啊。好了好了，姐姐说了就算了。好黑啦，对啦，年轻的有什么关系？没有问题，当然 OK。里面最差的也就是我嘛，你把我当妈就好了。不会不会，是啊，只怕彩华姐待会那个酱油膏。杜姐，你哪一个导演？是谁？笔画好像很多。不是，笔画好很多。布衣来喽，刘刘刘刘刘谦，对不对？你的白云哥，你干嘛、啊？你不爽啊？白云哥算了嘛。他们说你不爽，我感动啦，我怎么会不爽、啊？我说为什么我演那么好干嘛？我干嘛演那么好啊？你真的是我的姐姐，真的要玩哦？玩呢？你得了便宜还卖什么乖呀？没有东西，没有。听我讲，公司说我们身为偶像要装害羞，要假装。那装太久了，可以来安全之物，来帮你们拿来。OK。反正有。对 啊眼睛闭起来了，会怕的话眼睛闭起来了。黑奶刘正，眼睛闭起来，眼睛。他不会换人吧？不会啦，我要被揭穿了。阿白一个拍谁？我拿钱来还你。刘正被你觉得有意思，他还怕换人。我先。你们两个真的是。来。没有，我是第一次玩这个，是真的跟美女亲。不用害羞，我之前玩这个都跟庆哥。我每次都是跟那种小甜甜那种。我以为你跟吴妮阿姨玩呢。不是。来。好。不好意思。哦。好 sweet 哦。啊！啊！啊！还没啊？倒数了。倒数了。好，我要重新开始算。好，来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你们舌头会不会太猛啊？我刚刚看到那个凶手就是这样，换你过来。好好好。不要被白云，不要。我刚刚演的还算 OK 吧 ？OK OK， 但是问题是你耍贼的，你把人家安全之吻马上要弄破了。对。你想害刘真呐？她还要嫁人呢。对。你这个脸都红了呢。加油加油！看一下是谁。嗯。不要是白云，不要是白云，不要是白云。不要是白云就好了，其他都 OK 啦。我帮你用，一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慢点，赢，刚是赢，我今天是赢，你有本事就吃下去。李姐，你身为一个主持人，你要主持公道。不是不是，主持人就是要照顾来宾。我告诉你，什么叫主持公理，这就是主持公理。完。不是的啊！你们这，我跟你讲，游戏你们一定要男对女，女对男嘛。我告诉你啦，年轻的女孩子闻不到，我年轻的男孩子 OK 啦。不是，我可以，我有一个要求。好，你想死吗？我可以吃碗阳春面吗？我还有面具，戴面具。你等一下，我还有要求嘞。什么要求？不可以伸舌头。我放舌头。咬断 ！Oh my god！ 他今天是男儿身还好，不是女儿身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是演艺圈的瓶颈，过了就没事。千百个不愿意啊！有台那个节目，你以为我喜欢呐？我跟你讲 ，J 啊，只要过了这一关，再大的困难你都不觉得是什么。风平顺顺 ，OK？ 因为只要你经得起这次的考验，你一切就……阿米老师，不要放菊花台，菊花台干嘛？好敏感哦。咬一牙就过了，对，乖了乖了，咬一牙，咬一牙，你要讲，不是你要讲清楚，他待会就这样，哦，牙一牙而已，不要不要乱咬，快了快了，再咬，十秒十秒，你这个会碰到了，先碰到先碰到，快点呐，快快快，快快了，哇，猪猪，十九八七五四三二。哇！哇！哇！你有什么感觉？其实真的有点喜欢他了。干什么？现在给白云一个机会，也让你抽，好吧？真的吗？看你抽要跟谁？那如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
等一下，抽过了已经没了哈，还是抽过还有？没有，没有，在座都有，包括我在内都有。啊！我卖孬啦！你有安的卖孬啦！你别爱讲，但是喂，喂，鹏哥，你在看我们节目是不是？好，请记住什么地方啊？来，我可以抽哈。好可怕哦！哎呦，真不该，刚不该害别人的。哎，但是被抽到了要甘愿哦。好，甘愿啊，甘愿就甘愿嘛。这要生气了啦。反正我们就当被鬼压嘛，有什么关系？白云抽中谁，让他想离开摄影棚。广告后马上回来。里面的抽奖那个都是王彩华，都王彩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天生注定的白哥，你们是天生的一对，我们不能欺骗观众嘛。而且加油，观众期待多久了？牙有，我王彩华也是很委屈耶，你以为他有啊？因为他老公是我的好同学啊，对不对？我刚刚错过了，对，小孩子是谁的？来。这跟遭天谴没什么两样啊！你干嘛发嘞？来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别那么伸舌头，你有拍手管，你也伸舌头。我听你安讲，你也伸舌头。我听你在放红车，我告诉你不要把这个打开哦，不然我跟你变面了。变面是避免吗？老师，哎，凊彩啦，哎，板上的音乐来就好啦。不要了。来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，撑到了啦！哇，你们好激烈哦！不是，他这样一搞一拉过来，然后嘴角就亲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亲到你好像很委屈啊，朋友亲不可戏啦。对啊，哦，一次没关系啦，朋友开开玩笑都 OK 啦。今天还有一些我们特别来宾的参加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